好，大家早安，我叫 Robin，今天我是要 continue 我的课本等等 bentuk atau shapes，saya akan lanjutin pelajarannya tentang bentuk atau shapes。Pelajaran yang lanjutannya ini ada 三角形，U 三角形也有五角形。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是 triangle。你们知道吗？三角，三角形，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呢是 triangle。如果五角形。五角星呢？五角星是 pentagon，怎么样啊？五角星是怎样的？你们要清楚哦，五角星是 pentagon。Berarti apa? Garisnya ada 5。如果三角形呢？Garisnya ada 3，karena 三是 3。如果五是零嘛，你们要清楚怎么样写三，你们就知道了；怎么样写星，你们就知道了。然后呢，然后我要叫怎么样写角，角的一笔一画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在叫有几画儿？有七画儿。好吧，U 七画，你们要听得懂，怎么样写教，老师就教了在这里，怎么样写心，老师就教了在 tomorrow，在昨天 yesterday 的时候，老师就教了心怎么样写。如果三和五呢，你们？知道了，好，三是什么三？三 artinya tiga，maka sisinya juga tiga，所以三角形是 triangle，但是五角形是什么？pentagon，artinya pentagon，sisinya ada lima，你们要看1、2、3、4、5，好吧，在这里，好，谢谢大家，大家再见。